披甲披风呀，露甲晓粉呀，突出而逼逼，既浅而混浅，也就是要甲大家讲，披露这两个字，因为呢，《法华经》四品方便品啊，咱已经到一段落，现在开始就是披露品，披是披风，也就是这个代志你唔知，来我记一个法，互你知。比如讲，哦，得要落雨啦，你哪会知影得要落雨呢？看天顶乌云遐尼多啊，就是表示天得要落雨啦。呀，啊，乌云多是安怎会变成雨就落？因为呢，大地啊有湿气，有水分等等，有了太阳晒，那这个湿气变成了水气，那水气呢，就是会落雨，这也就是譬如啊，突出而逼逼，突这个物件来。譬如真多物件的道理结合起来，才有这个形象。所以呢，突出而逼逼，既浅而混浅，还用真浅的代志，让恁知啦。其实呢，浅浅的道理啊，是深深的真理，这呢，就是佛陀四十多年来对着众生用尽了心思啊，安怎来分析天地万物的真理，三理四相呢，安怎样给大家人可以通达了解。有一回啊，舍利弗甲佛呢，伫咧闲聚的时，舍利弗啊，就问佛讲：“佛陀，佛时时都讲化缘吐钵，安尼呢，也是要利益众生，啊，这是内底有含藏着什么道理呢？我所在吐钵呢，就是为着要来养咱的心，供给营养好修行。但是呢，安尼敢是叫做化度众生啊？佛陀就记一个真遥远啊，无用所劫以前，有一位老婆婆啊，就是啊，伫咧做迄个麻油，去采麻，啊来甲伊煎做油。那有一位修行者，他知影阿婆啊，伫咧做这麻油，伊呢开始就向阿婆去甲伊乞讨这个油。阿婆就问伊讲：“你逐天来我家提油，阿是除了你家己供应你的身体的营养，或者是啊，这位修行者，伊讲，
我想把你吸油来去降佛啦，也无欢喜啦。逐天逐天啊，都予这位比丘修行者安尼一小熬啊的油，暗时佛要为大众讲话的时，就有一趴钉伫迄个所在，啊，从安尼年久月深嘛，唔知经过了几年啦，真久的时间，迄尊佛呢，向这个比丘受记，将来你会当成佛，迄个阿婆啊，老婆婆听到啦。啊，这比丘呢已经受佛，该受记啦。啊，是什么款的因缘，佛会该受记呢？就人讲传啦，传给老婆婆，就是讲这位比丘呢，是因为年久月深嘛，日日呢供佛的顶油顶啦。好，大家人结了真多的好缘，不多呢，称赞伊，所以该受记未来的幸福。老婆婆听到啦，伊也是真欢喜，赶紧去到佛前啊，向佛陀讲：佛啊，修行者比丘的油是我的啦，我供养给伊的啦。应该佛陀是毋是我那会当甲我受记啊？那迄尊佛呢，就甲伊讲：我甲比丘受记，将来呢，比丘成佛，伊会甲你受记啦。婆婆嘛真欢喜呀，佛陀讲到这。就向舍利弗讲：“舍利弗啊，你知影，迄个比丘啦，将来已经成佛啦，成佛呢，名叫做提婆结佛。也迄个老婆婆呢，现在也已经成佛啦，那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啦。哦，这个因缘啊。”是偌呢长久无用所结以前的代志呀，真呢道理讲起来千千万万定，不过呢其实含藏着遐呢真深，天长地久啦。过去呢你安怎做，所做的功德点点累积啊。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。这个因缘果报的累积呢，不管经过多久啦，安尼不断累积起来。看，这敢毋就是积欠几分深呢？不断出现人间呐，那么。会应时应机而祷告，用真多方便，譬如还卡，安尼来，予人人人会当接受，人人呢会当身体力行。过去佛陀施宽啊，说三行啊，那机心呢？都是为着一生来谈三生，所伫咧讲的呢，是因为根基有上中下，所以佛陀呢必定爱用这个三性法，大性、中性、小性法，其实啊，就是为着一生之谈。讲真侪话，目的呢就是要显示
迄个真实道理，一生的道理啦。上根立地的人，地佛呢，文权显示，已经在方便品啦，已经听啦，了解佛陀，以用三性法，就是方便法啦。原来呢，已经现在开权啦。把那个方便法啦，已经破开，让大家人呢现出了这个真实，佛陀开怀痛谈真实法啦，这呢叫做开权显示咯吼。所以啊，闻即行悟，这是上根蒂的人吼。上根立地的人，就亲像舍利弗这类吼。但是呢，中下根基的人啊，还是破迷迷惑，也阁是迷啦。亲像佛陀开始要说真实法的时，五千人退席。不过佛陀还是无舍弃中小根基的人，也阁是用种种的譬如法华经内底呢，有偌呢正侪段的譬如啊，那就是未适应才会中下根基，这是佛陀呢，主啊大悲啊。不轻下你任何一个众生，所以他释教用譬如啦。求芬芳啊，几时雷月啊？啊，有风哦，风看袂到啊。有啊，你看树啊，伫咧摇啊，树啊会摇，就是有风啦、啊。哦，原来呢，风会动树啊。那几时雷月？月？圆啊，半月亲像一支星天开，那全月啊，月圆呢，都两支星，半月半月合起来，那就是月圆啦。这就是道理吼、哦，啊，将这个困难的道理，佮化成了浅显吼，啊，将浅显的道理呢，啊，佮在。深吼深入去体会，那深入体会了后，自然呢就从小转大了。这呢就是譬如品，就是安尼开始哦，啊接到迄个方便品呐、啊，方便款卡呢显示上了后。即嘛，譬如品的开头啊，文就是安尼。逆时舍利弗，拥有欢喜，即起合掌，瞻仰尊严，二别佛眼。今将世尊文处发音，心怀
拥有得味情友，将佛啊，那听到这个声音，佛陀说法一定要有声音出来，才是叫做说法嘛吼。说法的音声，听到佛陀说法的音声，听的人呢，心怀拥有得味情友，迄种的欢喜呢？不是言辞会当表达，所以舍利弗问开权显实之说，叹为得彼情友，因为伊听法已经40年啊，40年来呢，一直到现在，佛开始听说一心法。所以啊，初闻不知，所修自性法，开始安尼听经40多年啦，啊，开始听，开始接受佛的教法。佛陀呢，就是以中下行为这些适应根基的人来说。所以啊，因所接受到的都是阿弥的法，以为呢声闻缘觉这种修行的方法啊，就已经是得果啊。以为是阿弥呢，定唔知影讲声闻缘觉啊，也是同款呢，有生活这么大的希望，果是真实。所以真欢喜，开始呢，唔知影这个自性法，原来呢就是一心，佛陀为一心法来铺路，开权显实。现在知啦，正是为大乘的方便来说法，佛陀就是为大乘法来开方便门啦。现在才了解呢，佛陀的本怀，所以因为这样，上根的舍利弗，跟舍利弗同样根基的人，听到这样的话，就是踊跃欢喜，这是表达说，他的心已经开了，通达一心法了。所以欢喜啦，才叫做拥有欢喜啊！舍利弗，大家人听会捌这个法的道理的人，拢是真欢喜吼、哦。所以大家人真欢喜啦，就起来，那即起合掌，瞻仰尊严啊！本来是坐着，现在因为呢真恭敬啊，真欢喜，较紧呢起日跪着吼，安尼呢双手合掌啊，来瞻仰尊严，目光呢注视着佛，用真恭敬的心，真感恩佛啊。双手合掌，大头向佛陀呢，表示着迄份恭敬
那感恩啊，真集中精神来瞻仰吼，就是注视着佛啊。所以呢，这是表达迄个心态吼。舍利弗啊，从内心欢喜，迄种诶表达对佛诶感恩，上正学习，咱是十支枕头啊合挂来吼，那这就是表示呢，自心专一啦，不散乱。咱平时是杂念心啦，那现在呢？表达，我要专心，十念心合二为一，上正学习吼，这呢就是表示呢不散乱的心，这合掌为敬是真恭敬啊。印度礼呢是以合掌为敬吼，那用恭敬心。来瞻仰尊严，佛陀的容貌吼，金刚世尊闻处法音，心怀踊跃的微情友，啊，就开始向佛陀讲啊，现在呢，从佛陀啊，你所说的话，这个法入我的心来。我足欢喜的，真欢喜啦！就是呢，从过去一直到现在，唔捌亲像现在呢，听到安尼的话，这么正通达啦，予我呢安尼过心啊，平安呐、啊，通达自在啦，这呢就是欢喜的心，迄种的发。伊嘛入心来，会当幸福无怨。因为咱的心会去疑念嘛、贪嘛、嗔啊、痴啊、慢啊、疑啊，这个五毒啦、五种的，咱的内心啊，迄、那个无明毒气啦。那因为听到这个话，完全通达啦，自然呢，这个内心种种贪、嗔、痴、等等呢。普贤心的时，马上就该幸福掉去，内心啊，无怨啊，完全消灭啦、啊。那这些烦恼，拢总扫地掉去，扫地烦恼一流，流都是烦恼嘛，吼。那发入心来，就是有这些烦恼呢。拢是予咱流掉去，所以啊，佛陀一直警惕大家人，爱戒定慧，爱修三无六行。意思就是讲，法入心啊，唔通流去吼。那现在呢，已经了解啦，一心法呢，已通达啦，所以呢，降服了内心。顶顶无明的魔关，所以一切的烦恼拢个扫除，完全个消灭掉去，消灭诸流吼，消灭所有的烦恼啦。那思维第一，这是第一的法啦。
那就是已经通达一性法，会当降伏种种的无明烦恼，所以我心欢喜啦，拥有的微情有。各位菩萨合佛啊，就是爱安尼用心，由浅至深嘛，那么由小转大呀，这是佛陀的用心。因为咱众生小根小底啦，那所信的呢，嘛无法度讲哦，将佛陀迄个境界，那佛成佛了后，从这个直接伊的境界、伊的心境，完全咱会当接受，必定要经过了一段无明烦恼安怎扫除，才会当呢现出了咱人人本具啦，真如清净无染、如琉璃迄种的光，迄种的清澈，这种的心境啊，必定的要将无明扫除。哈，烦，不管是啊，偌尼侪种的法啦，无非呢，就是对众生的心病，给它磨完啦，咱要安怎样去扫除种种的法？虽然千差万别啦，其实呢，一性呢的道理是一脉，都是安尼来，自古至今嘛，绝对是共款。所以咱人人爱相信佛陀为众生啊，这用心良苦啊，所以咱呢还是爱锲而不舍。修住这两心啊，过去的烦恼，现在要赶紧不断不断去除，降伏遐的烦恼，咱才会当一层一层的烦恼除啦。咱这清净啊，真如本性啊，才会当慢慢浮现出来，就亲像乌云呐。迄、那个水气呐，拢总呐落过了后啦，物贵天晴呐，同款的道理吼。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。